玛利亚福彩近来近接近被推翻，基隆地区的民众出台安内防水产物，唔免要通顺的湿度来涌缩的土壳来，就将台风天气不影响到家头村前的空气。基隆市消防局就请民众福彩期间，请到防水器内配莫去开顺发通。在基隆港附近差不多下住四点的时间，就开始落一层一层的雨，所以每一港都上风彩。不过没有民众唔惊风雨，都入去行行看看。天天时间阴落阴暗，基隆的雨就阴落阴大。防灾中心已经做好准备，要来防风灾。虽然一下无传出灾情，消防局同居民都当警醒。市民朋友就尽量不要去海边那边去做相关的活动。或者是去观浪，这个是我们是呼吁市民朋友不要做这些活动。因为去年就是淹水淹得蛮高的，然后后面政府就是补助做这个防水闸门，希望今年就是可以不要再淹了，是最好的。对，这个只是预防措施。因前去年台风天气期间容易水灾，造成基隆市淹水。基隆市政府要补助台风天气处付防水的产物，开工附近的渔民要针对渔船做水面的巡检，船老船同样没用塑的塔都现现。弄过来就里面有分两个船屋嘛，就里面比较避风嘛。那昨天就开始有船进来这里了，就甚至都左右前后都要拉。不然的话，风大的时候，船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本来是预计明天要出港，可是台风来了，所以也没办法。那我们今天现在那个刚刚那艘船准备一下东西，然后就想到四点前把它结束掉，这样。消防局呼吁民众，防灾期间应该要戴护卡，唔好出去上十本跌落落嘅东西跌倒，咩唔好去海船钓鱼嘅，随时要注意自家嘅安全。下架新闻，邱淑欣、梁燕、基隆报道。